好来，在这一边，Anis go to 那个杂货店买他最喜欢的那个橙汁，然后它有不同的那一个容量和不同的价钱，然后哪里一个是最 affordable price 呢？就是说，其实是最便宜的，大多数都是最大罐的最便宜的。OK，然后可是如果它只有10块钱的情况之下，它 affordable 就是6.4吧，所以它应该是 best value 啦，affordable price 我是觉得不是这样用的。OK，so 我们在这一边的情况之下呢，它这一个其实是0.4L，这一个是0.95L，这个是1.8L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的这一个是0.4L，等于 RM 6.4，然后过后呢，我在这一边不可以写等于，我这一个是0.4L 是。那个6.4，所以我 1L 的情况之下，我叫它乘，它 1L 的情况之下呢，会是等于1乘6.4除以0.4，所以它就会是144，然后64，它这个是64除4啊，然后它就是144，然后642416块。所以它1.26块，这一个是第一个的，OK，我给它 A、B、C，所以 A 的是 RM 16块 per liter，所以它是 RM 16 per liter。然后第二个 B 的呢，就是说它是0.95L，是14块2毛半，那 1L 会是多少？交叉乘，所以它就是。14块2毛半乘一除0.95，OK，所以是14.25除0.95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5，所以它这一个是 RM 15 per liter，然后 C 的这一个呢，它是 1.8L，21块6毛，OK，所以它 1L 是多少钱？所以我的那一个21块6，OK，21块6毛乘一除1.8，所以21块6除1.8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2，哇，便宜很多啊，所以是 RM 12 per liter。